の時間も近いけど、僕のエンジンエンスト知らない、まだまだ冒険は止まらないぜ。ベッドの中からトリップすれば、きらめく夢へとステップ開く、無限の宇宙に溢れるトリック、ワンダーランドを案内しますわ。四角三角とにかく全く記憶正しく、かぶった麦克风有点问题，正常啊，一会儿就好了。完美运行电脑的话，我们这边也装机啊，稳定基本的话100多帧，100多帧属于超流畅了啊，4000块钱就可以搞定了。要是说60帧的话，不唱可以玩，就是勉强，就是说最基础的话，3000块钱吧。我想144啥的，对吧？4000块钱，直接搞定。想买的话，加屏幕上面微信。我们都装好了，装了好几台了，也卖了好几台了，然后直接就下单，直接发货。都给你游戏都给你下好了，给你测试好了。我们装的机器是 CPU， 就其他的全是全新的，都是新嘎嘎新的。然后显卡的话是个2.0，显卡的话没必要用这个一手，因为显卡的话是1060，那玩意儿说实话都几百年前的一个显卡了，要全新有啥用啊？但其他什么 CPU 啊、硬盘啥的，就都是嘎嘎新的，二手会标注。显示屏的话不带，主机4000。显示屏的话，你整个144赫兹的27寸的那种标准的，整个小一千也能搞定。总共5000吧，这鼠标键盘送你一套吧，鼠标键盘耳机送你一套没问题啊。矿谁挖矿用那玩意儿呢？1060，那破玩意儿谁要啊？主要是你要是整了，就是我们这都是属于实测帧数的，帧数都测试好的，要是显卡垃圾的话，帧数根本跑不上去，你懂不懂？其实我们更加卖的是帧数啊，我们的这个卖就是100多帧，嘎嘎玩，永劫无间就是砍啊，你就别管它配件是啥玩意儿弄了啊。屏幕上面微信啊，我靠，吓死我了，他怎么蹲在这儿？走，捡现金，走远。
知道，直接说话，工作人不接啊。N W。320方向 ，Go Go Go！ 被别人打了，我就知道这边路不能跟他打，因为我看这个地上有被捡过的痕迹，知道吧？大鱼到手了，这个头就得玩 AWM， 说实话，爽。 好，双狙秀啊，双狙秀，开密室，兄弟们。密室啊，我想想在哪儿，这个密室有点找不到啊。 密室这边，哦，上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要是开密室的啊，密室里边有好装备，啥装备都有可能有啊，三金头。 自救器，啥都不管上。这游戏经验可以吧？说打到哪有这个，就哪有。好，给了一把 MG3， 给了一个三级头，可以，全新三级头。 自摸器一摸，没有三级包啊，又背劲儿，差不多了。麦换了吧，马上换啊！麦马上换了。 钥匙就是平常收装备。好了。
看我继续将他带走，我还过来，哎呀，这么屌呢！ 我看你真是找死，不过这个人也准的离谱。 我操，这就是个挂！妈就是个挂呀，这个人！我操，你看我头盔没了。前几枪必中，后几枪中不了。我干他屁股！穿心弹一头吧。 非常坏蛋，哎，很难想象这种不会玩的开挂打得这么垃圾，看得我都着急。我要是开一个挂，绝对是乱杀，还能让他给跑喽。 可惜咱开不了，知道吧？这给我整个锁，啊！你现在不开着吗？那肯定没开耶，肯定没开耶。 传奇骨头必须得拿，没脑瓜再打下去，不打架能行吗？一钢枪必须找地方释放啊！
我操，他打到我脑瓜子了，兄弟们！这么勇猛，我一看他这么猛，我就往回退了。好，塞头，nice，被他打掉了。这个人也挺准的哈，兄弟们，小崽子。 你看有车，我操！这绝对有人。这车在这儿，这人应该在这个三楼。不想，看我炸他就完了。 他就在那等我呢，我一上去他就打我，看着啊，这不是我偏要上，就偏让他打我，看着，兄弟们，明白没？他就卡着这个位置，如果我上楼我就没，看到没？我就偏偏我就上他的当，但我也会打他的。我一上去他这个走的一瞬间，他就这么。 高手的预判，兄弟们，听我看到他了，我也听到他脚步了，可能，所以说把他杀，合理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非常合理，兄弟们。
天天饮料挺个大包。还有稀释哎，兄弟们，有稀释啊，不是无人机。说缺德算了。我车胎呢？你车胎怎么跑得这么快？干拉吧。吓死我了！还有个尸体，别开始发注意点。快点，快点，这老多人了，赶紧跑就完了。有车就要跑，没防区。尸体给我吓一跳，说实话，我以为他趴着老银币呢。孩子好像没啥恶力啊，兄弟们，不杀他。这老弟好像没啥恶意，看起来就挺善的啊。可以上去吗？靠，我以为那个人是这个车主呢，原来车主是他呀，妈的，狗东西，我操，直接晚上巴萨打工，哎，在这上边呢，很烦很烦。哎，给我拍。我以为是那个人呢，那个人都没打他，为什么不打他呢？他可以打到就是我想瞄的这个人呀，他不打呀，为什么呀？他在上面没听到脚步。再来一把，竞赛桌面了吗？Can't be right here. I do the same thing I told you that I never would.
told you I changed. Even when I knew I never could, know that I can't find nobody else as good as you. I need you to stay, need you to stay, yeah. I do the same thing I told you that I never would. I told you I changed. Even when I knew I never could, know that I can't find nobody else as good as you. I need you to stay, need you to stay, yeah. 再来一把，注意点吧。跳这个地方经常没车呀，跳这个红伞。注意点， 100% 有车。<咳> 哎，有点远，我操！倒车拿个风头一样的。 这飞机怎么了？要爆炸了呗？它怎么了？要爆炸了？赶紧点。地图上那个蓝圈，给大家科普一下啊。 这个蓝圈在光圈内啊，可以刷其他地图的物质跟枪械，比如沙漠的 QBZ， 比如雪地图的 GC67，啊，在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区别，就是有其他的枪械而已啊，所以说是没什么卵用的。 干的。 还趴着打药了。
哎呀！呀滴滴滴！ 麦克风啊，没事儿，马上换了。音道炸了。 游就完了，完了，还不能游啊？鞋也可以游，因为它太远了。 怎么是空的？我操！那里面有一个！哎，他爬上去打他了。
这是裁剪，打他呀！你老打我干什么来了吗？ 妈呀！为什么不打他？打他呀！他没看着我打。我他都爬上去了，他还没看着，这傻子瞄我，我真是操！他都，你等你等一下，我。 我先把破烂捡一下。主播这怪很真实啊。 在水里边就有水里边的那个 3D 感，耳机还可以吧？ 他被打死了！操，完了！ 到底有安全？白头啊，细节，白头藏一般的水里边，看到没？吸一下，蹲一下，这样的话不会消耗氧气啊，非常的细节。 看到没？你这样的话，氧气永远不会用光。蹲一秒，显两秒，显两秒，出来一秒，显两秒，倒着游，这就叫做专业。 我真是服了你这个老六，我他妈服了你这个老六，还真有人等我呀！我操，你这个老六，我真是服了。
don't see none, bring out the booze. Baby girl, stop running, I ain't got nothing to lose. And I ain't gotta go to work no more. Fuck that place, fuck my boss. I'm about to ball, care what it costs, I'm going hard. I need some lights, it's way too dark. Oh yeah, I'm going in. And now I'm with my friends. Let the party begin. Turn all the lights on. Put your hands up if you're going high. I need some lights, it's way too dark. Oh yeah, I'm going in. 服了你这个老六吧。 他主要是他还他妈最搞笑，但是他坐我车里面，而且他还没打死我那啥样，也不知道咋回事，他卡卡了看起来，他看起来也不是那么聪明，说实话。 换个麦行吗？好，换个麦克风啊，稍等一下啊，换个麦。 大家好，喂喂喂喂喂喂喂，可以了啊，就这个。OK，这是柚子的麦啊。 这边拿98 K 啊！有刚才那沉，对呀、啊，我感觉没有那沉浸式耳机好啊，那耳机嘎嘎爽，知道不？ 搞定。 我操！喂？什么意思？什么声音？哎，这是什么声音？ 嘟嘟嘟嘟嘟嘟嘟，这是啥提示音呢？ 真他妈吓人，还以为他妈黑屏了呢。他俩麦克风不行啊。D
电报，这啥玩意儿？嘟嘟嘟嘟的。要炸了！哎，电脑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提示音呢？有懂电脑的吗？这是什？这个是什么提示音？哪儿坏了？系统哪儿坏了？有没有就是超级懂电脑的？这个我没遇到过。按点粘连，那也不至于这样啊！嘟嘟嘟嘟的，这瞬间卡屏了都。开车撤退，应该跟我耳机坏了有关。我花了一个，我花2500买了一个耳机，明天就到了，明天后天就到了，感受一下。赶紧注意点，这个裤子特点就是空头特别好拿。又是这儿，这我来过吗？没来过呀。我来过这儿。三把老地方在这儿。
给麦调大声点，主编，够大了，够大了，还有什么自行车啊？这大炸了！开挂直播，开直播不能开挂啊！直播不能开挂啊！哪有那么简单的？要是能直播开挂的话，那人人都是高手，人都能当主播，你说是不是？这是不允许的啊！所有不合理的事情，它一定就是不合理啊，就不可以。开挂能直播，谁还上班呢？是不是？啊，必然是不能啊！哪那么简单呢？哦，开个挂，直个播，把钱赚到了，太简单了，不可能的。一定要真真正正的实力才能做好一个主编。我操！怎么又站在海里呀？搞我是吧？哎呀，我操！我又要游泳了，妈的！我一个下水。再一个下嘴，再一个下嘴，车边等你。我擦，没事，他离我很远，赶紧爬回去，安全，一定要快，不能墨迹，一定要快速，绝对安全。
哎呀！完了。我操，让别人打死了。我的什么玩意儿了？这他妈大破车也能飞起来？人呢？他人不见了，跟我玩老六打法，不跟他玩了。没车，没车，没车耶！不是个好玩意儿，那个人。车没人，没主，没人领我就是我的啦。没有人拿，那不就是我的一边？当老六，当老六是吧？啊，我操！我怎么看到有个背包呢？我都要上车了，我操！我第一下看我都没看着他里边有个人，我都开镜瞄了一眼，我特意看了一眼，怎么没看着呢？我走到近点我才发现，我靠！我真是糊了你这个老六啦！我咋想阴我呢？完呐！他有背包，我看他背包皮肤了，不太专业这兄弟，初级版老六。不过我确实是怎么说呢？
开镜是真看不着，我刻意看都看不着，你说这奇不奇怪？天歌大世界，我看还杀了个人呢，在这儿。我有 AWM 搭配 DBS 啊，这个人 DBS 我就不要了，还挺狠的，俩组合三枪，不照好人学啊，不照好人学，学点歪门邪道，该杀。操，这人有点干儿啊！我操，知道我发现他还跟我对枪，我看你有多干儿。进圈肯定不行啊，在毒外你还能跟我 battle 一下，进圈是一点眼底都没有。好，十米敌人，我们是什么玩意儿呢，兄弟们？两个字打在公屏上面，老粉丝都知道。告诉一下新进来的水友，我们是什么玩意儿？两个字啊。
还有五迷你人，前面俩，右边一个。我操，这人没死！我靠！我操，这毒杯那个人没死啊！我以为他死了呢，要不那个人怎么进来的？我干！压着了！啊！他在车里边坐着呀，我真是服了，我操了，这个人真的太恶心了，老坐车里干嘛呢？哎呀，我好累呀，我操，弄不过他们这些老六啊。什么意思？我看一下回放，我研究一下，咱们都研究一下，到底什么情况？啊？他不是死了吗？哎呀，哦，他妈三个人，这个人死了，这个人一直坐在车里嘞，这个人确实是死了，我收集信息确实是没有毛病。我说这边两个，左边一个，没想到在车里边还有一个呀。他俩就是他死，这个人死了，然后这个人进圈，我准备把这个人压死是吧？然后呢再对战那个人，完美啊！他就是被他打死了，看着啊，他死了，马上死，哒哒哒哒。对呀，你看他死了是吧？死了一个人，然后呢？又进来一个人，我以为是他把他打死了，结果这个老六，我操的，我干，然后他还不打他，这个时候他不打他，这个时候他要是打他的我就不过去了，他不打他，他俩还没碰面我就压过来了，我操，我真是服了你这个老六了，操，哎，主播主要是真咱真没开挂，这个收集信息收集的确实没啥毛病啊，有点偏差，但是呢大体的这个方位啊我还是能算得明白，就是两个人死了一个，然后那个人能进圈，而且进圈的过程中并没有人打他，阴差阳错，我正好准备压他，还确实把他压死了，那个人还给了我一枪，阴差阳错吧。但我们确实不是挂，看到没，但是坐车里边太他妈屌了啊，这个泰哥的这个车是太能藏人了。Yes, we started a fight. Now the bad moon is burning. Can we put it out? Cause we're both saying things that we're gonna regret. And every word's too loud. We gotta slow, slow, slow down. Gotta let it all go, go, go. Yeah, we should go, go, go now. Cause things are all.We'll be right back.
救下人很，但我要重新下游戏，这游戏那啥了，等一下啊，改下设置。真不是挂，要是挂还能这么死吗？是吧？绝对是真实的技术，咱们有技术也有失误，很正常。服务什么玩意儿了？中奖大家记得加屏幕上面微信领取啊，直接回复领取就行了。兄弟们，我的麦有问题吗？现在目前来说有问题吗？没封号，没封号，重新上下游戏，不换号啊！别那么大惊小怪的，我的妈呀，太敏感了啊！太敏感了，兄弟们，上个号都要质疑我两句，被封了，被永封了，开挂了，我就是退个游戏而已。噔噔噔，太敏感了，这咋回事啊？这无法从外部提供者服务，扯这扯那的，跟我俩扯那的。帮我接点，好了。不还刚才那个号吗？怎么可能会封号呢？这不还刚才那个帅哥一批图？
来，二哥，我操，不会吧？没事，他有点慢，不会死，兄弟们放心。他也太慢了。啊，手把球把开。用九八 K 呀，先捡骷髅吧。这个圈骷髅好拿。塞捡哪儿呢？没事儿，捡骷髅一样的。这有小装备啊。骷髅这不来了吗？怎么落呢？落过了，把这蹦子给他追死。哎，落了，我操，落那么远，这落得也忒远了。
太攒劲了，攒劲的弹幕。为什么会说到这个事儿上面呢？我的发，我的发，为什么哇？我的发，我追他把我干了，他怎么一下把我秒了呢？切，大哥本来想以正常的姿势跟我相处，结果把他逼急了，兄弟们。把他给逼急了，开锁了。我操！这他干啥了，兄弟们，快看！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他他妈连劲都没开。我这么帅气。本来没事儿的，这我把人家主要是把他车别停了，他也没法不打我了，知道吧？我第一把他轮胎打破，那车翻了360度，人家脾气好，都没找我算账。我后来给人别了一下，我把他别停了，那人家也没被逼就开锁了，真的被逼的，真的人都是逼出来的。哎。也不过也这波确实是我的，兄弟们，确实是我的。大哥只是讲空头，他有什么错？为什么要欺负大哥？为什么要欺负？这把是单人四排竞技模式啊，刚才是单排的普通模式，这把是单四。好，你完了，你完了，完了。
单人四排就不打狙了，单人四排三四就不需要狙，拿喷就行了。没有握把吗？就跳这俩，好像是俩单四排搞灭。好了，出界捡骷髅去，五只我把，兴许我把太老了。锤子背景没事，不差这一个小装备啊。来了，落骷髅了啊！35方向，就是在这儿啊。单排那么多人抢，单是反倒没人敢来啊、哦、可以喷的可以暂时丢一会儿。这 P90 太帅啦，
Okay.去哪儿？我研究一下啊。这个圈，这个航线，这边人应该堵，找人杀去。三人四排，必须得钢枪啊，必须把枪热起来，不能一直猥琐，一直猥琐要打不动，叫一直杀人，越战越勇。 来，对了，我操！他喵的，四个人，他有一个人在车里不出来，子弹干没了。我操，要三个人就完美了。<笑>那怎么这么多人呢？我看不出来呀！我操，我一看，看这里边就一个两个呀。 下车，不过也很，不过气势上我们已经赢了，干他就完了，也很屌了，秒掉三个，超屌的，再来，帅是一辈子的事。 你们说对不对？在一开始，当初我还是一个天真而又爱哭的孩子。十年之后，终于才明白，只要全力以赴，就无所谓失败。 世界之大，总想要去飞。就算满身伤痕，也不曾后悔。无人喝彩，依然在期待。雨后的彩虹，它是那样的精彩。
再来一遍。这把人多，我操，就是哇你哥垃圾，就是挂你个 LP， 你个老皮，这名字他妈真恶心。你看他的名字叫就是挂你个老皮，真恶心。如今我正装在发出那正能量，锁我来了。面对生命的真相，成功或失败不是用结果去衡量，挫折和磨难只会让我变得更强，经受过屈辱和嘲笑那又怎样，胜利的使命仍然背负在我身上。年轻的旋律跟我不是说打死我就是挂吧，他的名字就是这么写的耶，他的名字都说他是挂，你说他不是挂，他自己都说他自己是挂。今天怎么都泰哥图啊？失恋之后，得得得得得。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深渊。啊、怎么又是那个绿衣服的？我上把就看上他了。哎，我好像杀过他一次，是不是？这个绿衣服的，就是这。
哎呀，真他妈菜呀！我操！哎呦我的妈呀，真菜呀！没事，再来，再来。Giữa đêm phố mà đêm vàng, giữa ánh đèn được hiu hắt, đường tư vắng và không im, đang chỉ gửi một ánh mắt ta đã... 其实你我都一样，被现实遗忘。其实咱俩的病都一样。你的病也跟我一样，风月难舍。得离不舍得的这人的名字他就不是挂，他的名字叫我是菜鸟。哎呀，那单人死牌这跑得太快了。Hãy
开吗？要不开了吧，兄弟们，受不了感谢高高的本行啊，还是两把很正常，这一把给兄弟们刺激不就好了吗？八喜大碗，地阔炸不着，太远了。看弹幕干嘛呀？看什么弹幕啊？我没说话吗？
不下来就上楼顶。不太好打哎，打烟了。他还没服，我操！知道了，对，这儿有一个点位能站。瞬间完成一穿赛，我就说这个脚步怎么在哪儿？地形给忘了。